我是 Melody 每日好心情的美心，这里还有潘逸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潘逸文。你今天是不是要看反应？好啊，就是等一下看到歌名就看谁可以最快的唱出那首歌。好啊，这时候就来进行游戏，抢答。你是故意让我的？当然，我先让你两题，好不好？真假？是同一人讲这种。后来我终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，可惜你早已远去，消失在人海。想见你，哎，可是我今天唱哎，我应该要讲抢答哎，喂，你帮我打歌是多么开心的事情。想见你，可是我忘记歌词。听你呼吸的声音。抢答！你真的会这一首？拉萨萨扬嘿，拉萨萨扬萨扬嘿，嘿，你家诺娘家乌拉萨萨扬萨扬嘿，耶，是吗？对吗？不对吗？歌词是有一点，我听不懂。OK， 但是旋律对吗？可以啦，以为台湾的朋友来说，棒棒的。谢谢。哦，哇，这个很难的，我自己都忘记。抢答我都忘记九年的副歌怎么唱了。谢谢你不愿把合体走完。抢答，我想一下我要唱哪里。我们一起唱，我一起唱，我用你的 key 来。其实我忘记歌词。静看，我也忘记了。好了，不错啦，我们真的还蛮好玩的。啊，重点是在阿潘有让我的情况底下，他还是赢了。然后更重要的就是呢，要支持阿潘的全新单曲 7AM， 对，好好的去感受 ，MV 也非常的好看。谢谢，可以多多点阅哦。对对对，点阅之外也要 follow 他的 IG， 他的脸书。谢谢阿潘，谢谢谢谢美心。想见你，想听你呼吸的声音。想和你走在一起，哼着歌，最平凡的事情。